香吗？香香。这是什么？羊肉馅饺子。没啥嘴呀，牛肉胡萝卜嘛，羊肉吃了膻味儿的。啊，牛肉，赶紧造，赶紧炫。师傅，今天咋这么好吃饺子呢？平时不好啊。好吃。吃完回家收拾收拾行李啊。干啥呀，师傅不要我们了？我都当他妈想不要。赶紧谁吃完了回家收拾收拾行李，领你们去四川坐专场。我也想去。机票钱自己出啊。别他妈寻思去跟当旅游去了啊，赶紧去。嗯，就是的。杨颖，这就出发了。哇，口罩都能当眼罩，老铁，这是新技能。